收到收到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消防通道盯车呢。你要气死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马上跑步到我的对讲机里来。啥？不是，你现在马上跑步到物业来。收到收到。一小脸把我气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小区呀，安全交通通道是属于消防的通道，这个通道是不能停车的，一旦要是发生了火灾，如果你有车在这儿的话，消防车进不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跟他说你听住了，那个地方不能停车。然后我叶恒，玉小脸啊，你说你那么个脸，你老往人家脸上贴什么玩意儿？你老贴呀、啊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我让你干啥去了？盯车。在哪儿盯车？消防通道。你到那儿盯了吗？一直在那盯着呢。你拉倒吧，我刚才看了监控了，那地方停着一辆车，我死死就盯着那台车呢。我让你在那儿盯着车，往死了盯着。我让你盯着那个地方不能停车，这么个盯着，明白不？你说的是盯着呀？我以为你让我盯着呢。废话，我要让你那么的，我就让你看车了，明白不？明白。盯车，盯车。我幸亏没让你去打车，打车你还拿个棍子把人车砸了，是不是？明白了，回来。咋的了？我跟你说呀。我发现我们这个物业保安呐、啊，这个智商要提高啊！哎，赵经理，你这么说话有点让我心寒了啊！怎么呢？我跟着你干这么长时间了，咱哥俩心与心沟通和交流啊！你说你既然怀疑我，开始怀疑我的智商，你怀疑我智商哪方面？行行行，我跟你说。这个这么高深的问题咱们就不讨论了啊！来来，你过来，什么事儿？我给人打个电话，没留电话呀？不可能，手机确实没有手机号码，他就留了一个八位的密码，2318-4678吗？那不是座机电话号码吗？不可能是座机，怎么了？没有区号啊。小区座机要什么区号啊？赶快把电话号码给我，我给人打个电话。你干啥呀？干啥呀？赵经理，我让他挪车。不是，你让他干啥？我让他挪车。赵经理，你听我的啊啊！打这个电话没有用。怎么呢？你太不了解咱们现在这个业主这心理了啊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要给他打电话，他肯定不能挪，然后就来回给你在那打太极，你知道吗？拉倒吧，你打什么太极？把号码告诉我，快说，2318-4678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消防安全通道那停了一辆黑色的车，是您的车吗？啊，哎呀，是我的。哎，我跟您说呀，那个地方不能停车，您现在马上下楼，把那个地方的车挪开，好吧？哎呀，太不好意思了。那麻烦问一下，您现在在哪儿呢？哦，我在物业呢。哦，那行，这样，我到物业找您，负荆请罪，然后我再挪车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不用啊，你看，就这样吧啊，喂。你看多好，还多好！哎呀、啊，这就是要跟你打太极，知道不？打什么太极呀、啊？你说他要是真挪车，下楼挪车不就完了吗？跑你物业来干啥呀？你看你这个人呢，你就把人家想的那么复杂，人家是来物业跟咱们承认个错误。不是，我怎么跟你说你就不听呢？赵经理，谁是物业呀、啊？谁是物业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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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物业。你好，吴先生。我还有我。你好，叶先生。嗯。啊，那个是这样，我们是物业，但是我们不姓物也不姓业、我姓赵，赵先生，哎，对，我姓于，您是那个于先生车主吧？那个地方、啊，等会儿啊，不着急啊，来，坐下，别拘束啊，来，别拘束啊，那什么，你俩喝点啥呀？喝点啥行不行？铁观音，我找点铁观音啊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您来，我们这儿不是茶馆，啊，我们是哪儿啊？这是，我们是物业。哦，物业，对、啊，那个车是您的车吧？哦，挪车。对，那个地方是消防安全通道，那不能停车，咱必须得把车挪开。挪车真是太重要了，一旦发生火灾，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我们的小区。
对，结果发现有一辆车啊正在那儿挡着呢。你们两个作为物业有义务并且有权利保证我们小区的安全。对啊，所以说安全通道就是我们小区的安全之门，发生危险迅速报警，听从指挥，不练财物迅速撤离，看清标识，熟悉路线，弄湿衣物，捂住口鼻，不乘电梯，贴墙前行，弯腰逃生，做你们自己的生命导演。祝大家观影愉快。关场灯。哎，赵经理，咱今天看啥片儿啊？看太极张三丰。哦，看什么片子？把他给我叫回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把他打出来。人呢？我跟你说，要了命了。回来来，这位车主。哎呦我天哪，你太厉害了啊，在这忽悠的挺明白呀、啊、我以为放电影，我差点买爆米花去。你给我来，这位车主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没明白吗？不是，听我跟你说，我们不是让您介绍安全须知，明白不？对，我们是让您呐把那个车挪开，那儿不能停车，明白不？车必须挪啊。对，那么我为什么不挪呢？啊，因为我的妈妈，我妈妈就住在消防通道里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住在那栋楼里。我把车停在那儿，离我妈妈最近，拿东西特别的方便。拿完东西怎么办呢？我不得陪我妈妈聊聊天吗？现如今留给我们看妈妈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那么就说你们两个吧，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啊？我昨天见的。你可天天说呢，都过去24个小时了。啊，你呢？我是上门女婿。站起来。都插门，你都把门插上了，你能见到妈妈吗？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拿？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？我爱吃的三鲜馅是我妈给我包的。我眼中的泪花是我妈给我擦。队长，服务员呢？你再给我点一种那个再拿桃花盛开的地方。再给我来两果盘，服务员。行了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唱卡拉 OK 来了。呀！我说这位业主啊，咱不打太极行不行？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让你挪车，明白不？明白，但不能挪。为什么不能挪呀？我妈现在正在给我包三鲜馅的饺子，我还要尝尝我妈的味道呢。哎，你别捣乱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最后再跟您说一遍，您把车挪开，挪不挪？不挪。好，既然您这样的话，那我对不起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好不好？哼，你能怎么样？我只能给交通队打电话。还给交通队打电话？哎呀，喂，交通队吗？我们小区啊，消防安全通道停了一辆车，车主呢不挪车，麻烦你们派拖车把车拖走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解决完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给我回来。干啥呀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把你的车拖走。行，行，你们知道拖的是谁的车吗？谁的车呀？哼，说出来吓死你们俩。你们董事长的车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可别在那吹牛了。那董事长车能让你开，你谁呀？哈哈哈。哎，我是你们董事长的小舅子。哎呦我天，那么啥，完了，那咱这不撞钱眼上了吗？你别听个瞎吧。哎，那什么，你这那个，哎呀，哎，小舅子哥呀。那什么，你说你啥时候来的？你咋不告我一声？哎，刚才我那个车我一直给你盯着呢啊，盯得非常好。那什么，你没事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尝尝妈的味道吧。行，那我尝我妈的味道去了啊。行，赶紧回去吧，你的车一会儿就拖走了。
哎呀，你这是有点吓唬我呀。啊，怎么的？我看不给你使点招你是不相信呢。啊，喂，哎，姐夫，哎，是我，怎么了？有人欺负我。你怎么了？有人要挪你的车。啊，不是，你赶紧给我来治他。谁要挪我车呀？董事长，哎，董事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下来检查检查。哦，好好。董事长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这怎么养着藏獒的？这是。董事长，别吵了，别吵吵，恶人先告状。你先听我说，姐夫，这是我的词儿。姐夫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好好说，慢慢说。你给我俩治他。我来这儿小区看个人啊，把车停好好的，他俩非要给我挪喽。哎，我还正想问你呢。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董事长，他说他来是看你妈来了。我妈在哈尔滨呢，什么时候来这儿的？别吵吵，别听他的。那什么，姐夫，那什么，我来看我女朋友来了。哎，你女朋友不在那个小区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啊，那个不是跑这儿来了，是我换了。哎呀妈！你小子事业心真强啊！你谢谢姐夫啊，姐，你这样，你必须给我俩治他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治他啊，我回家告诉我姐，我让我姐治你，我就坐你家作。我告诉你，我看你治不治他。我你怕我姐不？行了，你让干部过来，赵刚子，董事长叫你过去，你给他快，刚子，嗨。那个怎么回事啊？那个领导，情况是这样的。嗯，那个你这小舅子吧，哈，嗯，他把车停在咱们小区的交通安全通道那儿。嗯，我让他把车挪开。嗯，他就是不挪，不是咱不是规定了吗？是不是这个地方不能停车？我没办法，我就给交通队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拖车，把这车拖走了。哎呀，刚子，哎，你这事做得对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小舅子不省心了，咱每天干啥？搞对象。啊，看电影啊，唱卡拉 OK， 明白？刚才已经进行了才艺展示。张子，哎，这都咱家里的事儿，是，我希望你处理好啊。啊，你怎么处理的？我就给交通队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拖车，把车。你赶紧告诉我，不用来了，我们自己挪。好，您放心吧。啊，好嘞，我马上打。对不起啊，董事长，没事，这点事儿咱们处理好了就完了。哎，呦，交通队来电话了，啊，太好了，正好。嗯，哎，交通队吗？哎，我是赵刚的，啊，明白，成功了，懂了，好的，董事长成功了，太好了，车已经成功的拖走了。姐夫，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手底下员工啊，就这么的把你车拖走了。哎，我是董事长，这面子往哪搁？哎，你真是，你别说了，治他，我告诉你，治。赵刚子，哎嘿，你真能干的，你能干，应该是，啥也别说了，交警队一会儿就挪走了，已经挪走了，这我感觉你也该挪挪了，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你该挪挪了，对，还啥意思？挪你，姐夫啊，给他挪到郊区去。还有那小子，给他也挪走，都给挪了。你新来的吧？董事长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什么情况？我不是你这脸，你往那边伸，往那边伸着脸。你说，就是这么个事儿啊，都是他。让我挪的车，但是我完全没有听他说。不信你问问你小舅哥，我是该看电影看电影，我该唱歌我唱歌。哦，就是适当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你应该给赵刚子挪个窝，然后我好有地方往那搁啊。但是这话咱不能那么说，嗯，这都怪赵刚子，你太能自我。嗯。哎呀，你还挺能干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董事长，嗯，
我是一名保安，但是，我是按照一名物业经理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。就说如果赵经理他要是往上那么挪一挪，我呢，我就不行，我送送他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他往哪儿挪不用你说。刚子，哎，行了，这事儿已经都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那个，老总，是这样，反正这个规章制度吧，是咱公司定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执行，而且这些个规章制度都是您亲自定的，是吧？是。如果您要觉得我那啥了吧哈，您也可以把我那啥，好，我也只能那啥。但是我最后要说一句话，既然你们定了那啥，咱们就应该那啥。现在你又不那啥了，最后结果就是全都那啥了。行了，董事长，我啥也不说了，我现在马上那啥。等等，刚子，你听我说，那啥，我是说，赵刚子，你实在不适合在这个物业，那啥。明白。您想让我去哪儿那啥？你应该到总公司那啥？对，姐夫，您到总公司。姐夫，怎么还往上挪呢？这个，这还用问吗？像赵刚子这样啊，尽职尽责、踏实靠谱的，就得往上挪。董事长，我愿意跟赵经理一块儿往上挪。哎呀，我发现你也是个人才，你这嗓门也挺大，但这小区有点扰民，我感觉你应该往郊区那个物业挪一挪。不是，姐夫，我咋整啊？你好办呐，交警把车都挪了吗？你也挪挪，到交警得把罚款交了就完了啊！我走了，我到小区转转。不是姐夫，你啥意思啊？董事长，慢走。你要给我这么挪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回家告诉我姐，让她给你睡觉的地方给你。董事长，慢走啊！哎呀，赵经理，那啥，你这是要往总部挪了啊？那个是这样啊。我挪不挪总部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是你一定会挪到郊区去的啊！别这样，哎，赵经理啊，那郊区多好。